啊？哦，哎呦呀呀！俺老婆是什么都会做，但是呢，就是不正常。你看，刚才喊她起来做饭，又睡了。关键时候还得我托底，把稀饭烧上，然后开始烙大饼。你看这一盆面，我的个天！我每次烙大饼，俺爸都说没放碱面不香啊。今天少放点食用碱，你看老头才跳着呢。第二块，看这块起骨了，最后一块，洗个手，准备炒菜。出来，吃饭了。他睡觉，你喊他，有气，你打扰他睡觉了。最后一个菜，大杯菜，炖豆腐，特别香。勾点芡，兄弟，看看六块饼啊，这次怎么样？这次好吃，啊？它软，又软又好吃。你喜欢吃软的？看我这技术见长啊！手艺越来越好。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每天很准时啊，怎么空车的？吃饭了，把你尝尝这次的饼。吃过吃过。我看看你这次会说什么。老头，这饼怎样？好。兄弟们，吃饭了，心情的一天。